孩子，让我来吧。啊，爹，你有病，还是让我替您吧。啊，不，我。啊，我拉，我拉，看吧。上朝来了。什么印？请自看。嗯，哎，好好好。你看他。林杰也是武林中堂堂一条汉子，既然你总要和我一试高低，今天我就成全了你。你死到临头还说鬼话，死？哼！结果你的性命对我来说并不费力，可我偏要看看你这侠将的英雄到底有多大本领。呀！那要下毒手。哼！告诉你，我就是亲命大侠，有胆量的就上来吧。小翠儿，我真的喜欢你。